Sea trees are green, and roses too.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.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I see skies are blue, the clouds are white, the bright pleasant day, the dark sea great night. 나는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, so bright in the sky,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passing by.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, yeah, saying how do you do. Then when I say I love you, I can hear these cries. I watch them grow, they learn much more.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Yes, I think to myself, what a wonderful world.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啊，这没办法，这没男的，这个误差太大了。我以为她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经验的女性，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？我叫邹宏宇，我是来自辽宁省朝阳市孙家湾镇的一个农民。哦，哎呦，几岁？我今年26岁。你在乡下，在这个村里边，你怎么想到要坚持这么样的来唱英文的东西呢？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我。我们那边人都喜欢，比如说像阎维文老师这样的歌。后来慢慢的嘛，找到真实的自己的声音了，就开始这么唱歌。你这样唱歌有多久了？13年。哦，初中就开始。唱的是真的很迷人。谢谢娜老师。啊。首先，我觉得他的音色是最特别。很特别。超特别。其实呢，来这个舞台我就想把我最真实的声音唱出来，让各位大师级的老师给我，就是告诉我能不能唱歌，是这样的，这是我最想得到的。你的时候到了，就是该发光发热的时候到了。老天爷给了你一个独特的嗓音，同时又让你生活在那么反差极大的环境。今天其实最了不起的是三个男士同时转向了你，说明你身上具备了一些我们想要找的，而且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。你不仅是能唱歌，而且在未来我觉得如果能出来的是独树一帜的。谢谢老师。对，既然我们都这样转过来了，让我们听一听你未来最想做什么，看看我们能帮你做到什么。我非常喜欢唱歌，一直怀揣这个梦想，坚持着。我不想让我这一份坚持和父母对我的期望白白的浪费掉，就是这样。好嘞，请做个决定吧。我选杨坤老师吧。想要唱出自己的宏语，第一次获得人生中最大的成功，